Paul 的学生今天就 Jessica Paul 今年的上等天气变得有意义赛前明年呵呵是是是老师再见是是是你再见同学们明年再见同学们明年见谢谢同学们圣诞节快乐谢谢大家再见热上好同学们你的圣诞节气氛的任你用老师早上好谢谢令人难忘的我要是将黑表上的以及他浪潮早上好老师我的圣诞假期很难忘为什么是三的我真熟悉的圣诞假期你的家人哭 Revolution 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吗是的我问过 Revolution 但是当我黑我的国在咖啡管理黑咖啡的时候我先包假了不好了发生了什么新年大事妈妈在附近的那家咖啡馆购物那一期你的钱包里有多少钱不过美国的话我最爱上面的总金额是860万哦，这里好像是400比索。我很遗憾听到 Sander， 但我希望接下来的 election 是能和您的家人分享圣诞的好时机。你呢，杰隆？你的圣诞假期过得怎么样？我的圣诞假期都是比去年更快了。我们与我的 titas 和 titos 一起我的堂兄弟中分。我们一起度过了愉快的圣诞节和除夕夜。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老师。是的 Jerome。昨天是一样生日。是的我记得所以同学们让我们为一样唱生日快乐祝节。谢谢老师和同学，我们其实就是一个简单但令人难忘的金属互动。别客气，一言。好了，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谢谢老师，再见。再见。